汤什么汤最好喝啊？有菜汤，有水汤。我觉得最好喝的汤还是老母鸡、老鸭、香包火腿熬出来的汤。最重要是不要放味精，对身体好。我觉得最好玩的是这个鱼面，这鱼面怎么吃呢？哎，有的玩就有的吃。煎这个东西的高一点。鱼面呢不会肥的，因为它没有淀粉。主要的食材是鱼肉，你看，这条条的面就出来了，一条条面条。鱼面呢、啊？这个是香港那个鱼面呢、啊？会 Q 吗？会 Q 吗？那个等等，我们的辣椒酱下去。对对。很好，很淡了，很有弹性，很弹性了，很有弹性。还有呢，我们就是这个奶黄包，女孩子很喜欢吃这个。奶黄包也进去了。还有啊，我们呢有这个香港啊温奶的软，这是什么软啊？这个孩子蟹黄包，蟹黄包啊，就是里面呢是包着蟹黄的 crab roll， 这个。海胆包，英文叫 sea urchin ball。哎，也是放进去吧。放进去这边。啊，这放进去了啊。哎，这个刚才就是蟹黄包，蟹黄包里面是怎么样呢？哎，去开个地方。哇，好，我们去开了。哇，里面有东西哇。哇，很神奇啊。哇，蟹黄 crab roll。